粉丝注意不方便。师傅，爸，这怎么了？我没啥，大姨家。先扶到床上去吧。怎么就这么小心？严不严重啊？小心点。我摔到哪儿了呀？没事，其他没事，就是摔到了一个脚。其他地方还有没有？没事，没事。那我们先快去医院。没事，去医院。刚才我的时候还能去医院，他也不，他不去医院。他有点话，我又才把他背回来，还说你们两个都在家。不是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谢谢你，让他们把他带来医院去看哈。麻烦你，这个什么情况？麻烦你，大哥了。哎，没有。谢谢你，梁叔叔。梁叔辛苦你了啊！你坐坐那休息一会儿吧。坐这吧，坐这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坐的。不坐了，不坐了。哎呀，我工作上有忙，那老还是要去看一下啊。好。去看一下，那这个钱的嘛，反正是都是人找的，不要怕啊。哎，你们对。你也就那样吧，虽然没哭好多嘛，用了又哭嘛，可是吧？对对。嗯，谢谢你哈，梁叔叔。我就走了，工作上又忙到了哈。啊，对对。谢谢你哈，梁叔叔。梁叔叔，梁叔叔，慢点。慢点。感谢你了，感谢。好，梁叔叔，去看一下吧，好。嗯，好。慢点哈，梁叔叔。好好。梁叔叔，你慢点啊。嗯。走吧，我们去医院。我需要去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是不是很疼啊？这腿老了，这腿没得用的了，老毛病。我说了，以后你的工对于我来干，我让你今天不要去。你怎么又偷偷瞒着我去呢？走吧，叔叔，我们去医院看一下。出去，出去，不要闹事了。我今天来了，这个腿没得用的了，不要浪费钱，你快逼我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么固执了？叔叔，我们还是去医院看一趟啊。哎呀，不去了。身边的那片田野。白大哥，今天多亏了梁叔叔帮忙，我听爸说这几个月的房租也一直没给他，我想买点东西去感谢一下他老人家，然后再一点是去把房租给他。对，这是应该的，今天多亏了有梁叔叔。走吧，我们俩一块去。你在家？我还怕你没在家呢。哦，不要走家。哦，你来你来，妈的没有，我只想给你买一点，我也不知道你爱吃啥。啊，也不能晓得呀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去。没事没事，谢谢你哈，梁叔叔，不行不行，特别感谢，特别感谢。不行不行，好点没有吗？嗯，他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现在还可以用的。嗯，梁叔叔，我听爸说他来这边四个月了，每个月房租是300，对不对？这个是1200，欠了这么久，真的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梁叔叔。哎，这个嘛就是要这种，就给我拿了。不，这个必须收下。又不方便，你听着，又不方便，又没有那样，搬也没上几个搬迁，在这里工作又少，又没有那样，他也不容易，他脚也不方便，又没上去搬。不，梁叔叔，这个必须得收下。我都听爸说，房子嘛也是空到的，他住到就行了。那个你妈妈十天半月的来一回嘛，也不在这里，就是你爸爸一个人住嘛，也没得事。那个他也现在没上什么班，就这个钱嘛就不要了。梁叔叔，你听我说，住到就行了，你爸爸住到就行了，他们住到就行了。这个钱你必须得收下。你又帮了爸这么多，然后还帮我妈妈找了工作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哎呀，但这个钱你是一定得收下的。老天的工作嘛，他是这种呢。哎呀，那你正好是去一个清洁工啊，那都顺便都喊他去了。梁叔叔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。准备的事啊。谢谢你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不行，装。要不是你的话，他们在这边也无依无靠的。你真是一个大好人，谢谢你。